Hey, pen, どうやって数えるの？あ、一本。一本？お、じゃあ二だったら二本でしょう。うん、二本。え、二本？そしたら三は三本でしょう。うん、三本。え、三本？おかしくない？変化したバカじゃん。確かに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もう一回。一本。二本。三本。超混乱するよ。マジでやばい。ゼリー君、中国語の場合は？あ、一支笔、两支笔、三支笔。だよね。一支笔、两支笔、三支笔。哎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哎，二支笔じゃなくて、两支笔だと。Oh shit, やばい！ Oh my god！ 外国人学日文崩溃的瞬间。日文的宁愿怎么说？伊娃。英文的 F 怎么说？伊娃。两只鸡怎么说？伊娃。的话，哎，后院有两只鸡，哎，庭院也有两只鸡，怎么说？裏庭に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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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鳥がいる。何？裏庭に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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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鳥がいる。裏庭に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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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鳥がいる。筷子的日文怎么说？箸。这个边边怎么说？箸。手怎么说？箸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在桥的边边，拿着筷子的边边，跑步怎么说？箸の箸を持って、箸の箸を走る。你们可不可以先帮我念看看？我猜大部分的人念 S M L S M L， right？ 这两台湾过了，现在第六年。还坚持 L S M L L L， 有原因，在我们语言，例如会指变态的意思，所以不管一直被回问，哎，你说是 L 吗 ？L， 你说你要 L 吗？我还坚持回答，对 L， 需要的是 L， 你说干嘛 ？L， 对 L， 我觉得非常抱歉，我一直坚持这么无聊的事情。我心里留下来的一个日本的灵魂还不让我讲 L， 对，我需要的是 L， sorry。 如果你们遇到日本人坚持讲 L 或是 L， 允许他们， sorry， 我要 L L 啊。